你敢听总讲，伫迄遮做安怎？我一定想办法，你赶紧离开遮的。表面上，夫人是来看我的，其实根本就是来威胁我。夫人的巴掌遐尔细，家己得袂到的物件，就会把迄个物件全部拢毁掉。万一真正把我带出去，一定会逼我把巴肚内底的囡仔摕掉。到时阵我是要安怎？我甲艾瑞克用尽心机，所做一切拢是为了这个宝宝，绝对袂当因为夫人，害这个宝宝还袂看到爸爸妈妈就无啊。不过，即马是我上需要艾瑞克的时阵，伊煞予人掠去关啊。不管安怎，我一定要保护巴肚内底的宝宝，让宝宝平安出世。我们替病人做例行检查。你要做啥？你是免紧张啦，我来做一个例行的检查。来，先来听一下宝宝的心跳哦。哦。那安尼，我完全听无宝宝的心跳呢。哎，金大先生，我听无宝宝的心跳声，要送病人去做超音波。我去轮椅。我的宝宝无心跳，我拜托你，伊来救我的囡仔，我拜托你。你先别烦恼啦，这爱等检查了后才会确定啦。金大先生，歹势，因为病人隐私的关系，要请伊伫外口等。紧甲衫换起来。无你敢听总讲，伫迄遮做安怎？我一定想办法，你赶紧离开遮的。恁敢是要带我去做检查？紧啦，是你先生叫我来带伊出去的，你动作无较紧的，咱就出袂去啊啦。你若无好好配合哦，我甲你煮肉食，互你乖乖听话。到时阵哦，还是伤着巴肚内的囡仔哦，无关我的代志哦。这边啦。真严啦！恁一打娃娃的，哇！等一下警方发现咯，咱就走袂去啊！紧啊！无你敢听总讲，伫迄遮做安怎？好啦，我昨下就想要甲艾瑞克一家团圆。所以我把最用心要替你想办法的咧，真紧的来接你出去啊！啊，一定要乖哦，乖乖带我来接你出去啊！这个人一定是夫人派来，艾瑞克若真正走出来，伊会家己来接我，哪会叫人来？这一定是陷阱，我绝对袂当中计。人。让我跟住我老弟囝仔，你把车开来。哦。你走！你慢走。股东要赞助的代志哦，我先了了同了解一下，啊，见面再搁讲啊。喏，是安尼。快走！
你是安怎啦？啊，你不是应该伫陪伊，哪会走出来？我先送你回去。我袂当去陪，我袂当去陪伊啊！我袂当去陪你，我拜托你，我袂当我当去，我袂当去。你先卖激动，你慢慢仔讲。拄只迄个是怎个人派来啦？伊真正哦，就是要甲我甲艾瑞克处理掉啊！我今麦艾瑞克好难过啊！伊就走来陪伊甲我讲，一定甲我查出来，然后要杀我甲我的囡仔。你今麦不是有警察在保护？我想讲甲你动啊！讲你应该也先找警察才对啊，哪会拢走出来？你是真正假啊？可怜人囡仔哦，拢害伊悲伤。我袂当去，我袂当去。啊！你即马离开，他等于是畏罪潜逃啊，嘛是个通缉，马上就要回去啊！我不要回去啊！不是你们送我回去，我就跟你在一起！你到底是做啥啦？你是要害死你的囡仔是唔？囡仔，小猪猪咪叫，妈妈不好哩，好啦好啦，我先找一个所在，互你较冷静的。你再考虑要安怎，安尼行的无？可是，可是你，小猪猪乖。贝贝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敢会是和江若楠刚刚共行啊？讲啥？无吃着人，当恁这人是安怎办代志啊？竟然让阮太太走去，啊不赶紧去找人。啥？有对方车牌的号码，那你紧传给我，我去调查车主的资料嘛。真的是一点不通，叫人家贝拉吃出来，唔呐无吃着人，个人走去，真正是叫人气死。你看。到这阵才甲车号传过来。哎呦，啊，不过真正足奇怪呢，啊，啊，照你讲吼，啊，你叫人吼去接咧贝拉，贝拉介绍啊，乖乖配合才对啊，啊，哪有可能哦，就安尼走去啊？而且，哎，可是和别人接走呢？但除了我以外，还佫有甚物人想要救出来啦？这真歹讲啊，恁阿婆两个人哦，伫外口啊，的确着遐尔侪人啊，即摆拢变作是全民公敌的。你意思是？江若楠，不是我讲的，是你讲的。那真正是，但是都麻烦啊。我讲实在啊，大兄啊，你要开始这吼抢救爱妻大作战之前吼，你马上把后背啦吼，淡薄拍死才对啊。后背啊，知影讲吼，大兄，你要去吼，甲伊叫啊。哦，你就安尼哦，狠狠派人去找伊。我若是背人吼，我嘛急甲要死啊。当怪我想过强暴，我应该是我背人知影才对。你当然啦，所以起来即马想要跟伊试啊，赶紧去调查看卖啊，伊来车吼，啊到底甲爬啦吼，啊再去倒位啊，啊万一真正是迄张若楠吼，哦，迄条毋是一条命，是两条命。你毋免伫遮徛观察看卖小偷啦，赶紧派人去调查迄台车。哇！哦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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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敲电话，我敲电话。好啦，你个人应该无约过来啊，你会当放心吗？啊，不过即摆我的巴肚是真疼，可能伊足厉害，伊拢知影我伫倒，我足惊。哎呀，你先莫紧张，放我轻松，啊，无安尼对你家囡仔拢唔好啦。不过我无法度控制啊，我连做梦哦，拢梦到可能伊要来杀我，啊，佮我的囡仔。你家你的囡仔，即摆就安怎呢？啊！你若是继续安尼落去哦，我对着你的囡仔会造成伤害。啊对啦，啊你不是讲巴肚内底的囡仔是查某的？啊，你有想好替伊号啥名无？名？Erica 本来想要叫伊做乐乐，希望伊会当快快乐乐的大汉。啊，不过伊佫讲，若是叫乐乐这个名，就会想到你，就感觉足讨厌。哦，那呢？啊，最后替伊好想，叫伊小贝贝。
真好啊！你安尼就对啊，爱想较侪好诶代志。你做妈妈要帮我轻松，囡仔才会当感受到你诶快乐。那安尼，我一定爱快乐。这个囡仔是我的命，我一定爱平安甲伊生落来，永远甲伊做伙。会当甲囡仔做伙一世人，伊每一个做妈妈的愿望。可惜，毋是逐个妈妈都会当甲囡仔永远幸福快乐。你是伫叫啥？我甲我囡仔互人太昂贵哦。胡林哥，我伫哪来生囡仔？囡仔就算讲互别人吃用。我只有可能会让人袂去哭啊！妹妹，真的妹妹，江洛南是给你骗的啦，你莫相信伊。你骗我？伊是我的头家呢，伊讲的话我从来唔捌怀疑过。伊是安怎要骗我？啊，江洛南迄人你嘛知影，伊就是一个老狐狸啊！伊所做的代志，你唔是拢亲目睭看到啊？啊，你看，不管是泽凯还是公爵，大家拢想要脱离伊的控制。啊！你之前嘛是同款啊！啊！你害秀英，唔是为着要脱离伊的控制，会当家己做自家己的主人。我跟 Eric 嘛失败啊，起码连我的囡仔嘛陪你败啊。啊！不过你的囡仔，有家己的路爱行。你今嘛应该要做的，是要好好啊面对。安怎讲？把你的罪行拢幸福了啊！以后好好做人，卖让你的囡仔看你袂起。虽然你会分开一段时间，啊，不过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的囡仔会返去你的身躯边。你这卖讲这，是不是嘛在骗我？你哪会知影甲囡仔分开的心情啊？我当然知影啊。我的三个后生，自细汉时阵就离开我。我知道这件事情，我若是你，根本就活不下去。我不但失去我的孩子，我也失去我的翁婿。那当时，我连活下去的气力都没了，每天就只能在那哭。不过，为了英辉和明辉，我知道，我会尽靠做妈妈的责任。我不会都体会这款疼。我本来马廖总讲我行袂落去，啊，不过是我的好姊妹啊，因逐天伫我身躯边陪伴我，啊，搞遐烦的，安尼向前行，是因为真心，我感受到温暖，我才有法度行落去。为着哦，只要有一口气，啥物难关拢过会去。我只是了，望你替护理做工课，我无姊妹要伴。我实在拢是生一场用尽心机的人，只有 Eric 是真心对待我。你想要真心对待你的朋友，真简单啊！你就要家己先提出你的心心心意来。安尼到时阵，你会发现生活平时免这么忝啊。以前张若楠给你教的哦，迄拢是错误的。你会当趁这个机会，甲伊切合你，好好反省你家己。啊，想要甲囡仔以后过啥款的生活？啊，到底是逐天伫遐烦恼行遐的日子，还是稳定自在的生活？你家己选择。王老师，我之前嘛害过你，你啥物拢袂怨我。啊，你特别去坐工啊，怨恨你哦，我阁要开足侪气力咧。我无亲像江若楠遐尼高干，啊，规个头壳，干呐想讲要安怎害人？伊袂忝哦，我拢感觉忝。你即马有囡仔，真正是天公伯予你的礼物。我相信，你应该无想要你的囡仔甲你行同款的路。你应该知影安怎做。哎呦！师傅，师傅，阿姐，阿你家囡仔我要见嘛？你们哎，放过张文婷姐啊！哎，呀，哎，钟志豪，想到救的人竟然是学生，又对咱怎？无啊，伊对我真好，
伊阁叫我放轻松，卖伤着宝宝。啊，你哪会逃狱啊？我唔是躲啊，我是保外就医啦。你是想要用保外就医的名义潜逃出境对不？哎呀，哎呦，黄老生啊，你哪会照顾你呐？啊？哦，大刚安尼哦，世界乱乱嗦啦，唔管我伫倒位哦，拢当拄着你啦。哎，你发大兄哦，要送大头嗦，啊，你咪啊，买来只哦，趁一卡。还是伯伯伊家己上我的车，叫我救伊。我看伊这么激动，会伤害到囡仔，我才载伊来遮呀。Eric， 王乐轩哦，伊真正无伤害我，你慢慢伤害伊，让伊走了。你莫胡白讲好无？王乐轩这个人哦，这么低薄，你若伊放伊走，伊就会甲警方讲哦，你的行踪啊，啊到时阵你干好无？就莫想要出奇人啊。可能是，你是想要替周嫂潜逃出境是？哎呀，你这话嘛是人质呢，对不？啊，隔离几个人哦，就会当替我分担一寡危险啊。嘿，安尼我可袂吃亏。好啊，时间袂有啊，拢查走。查走！你唔惊你加一条重罪，以后看袂到你个囡仔。Eric， 你放心啦，只要人阿婆平安离开，我都放你走。阿走。啊！放去！你走，你走。想想对不对？